不小的蛋竟能孵出8只的壮汉。着火了！龙主任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你才不聪明，不许这样说龙主任。 这灼痛，果然，成为黑气之主的我，会因触碰它而灼伤。怎么回事？叶辉。 开启这杀阵的，只有这降妖掌，而他是凌霄师兄当年亲手给我的。自从你遇到我，多的是风餐露宿，朝不保夕之。我总想着有朝一日，尘埃落定，我便寻一异处，与你一起。 过着你所说的自由自在、飞黄腾达的日子。可惜，真是不甘心。 你在复活墓前救下我，把我带来晨星山，和我说，到这儿便是我的家了。10年养育之恩。 你要废我，我全当还债。可是我这命是天要给的，不可以辜负他。他现在有难。 救他！我真是这身功法还不能废，走吧，等我救完天妖，便会回来受罚。小的蛋竟能孵出8尺的壮汉，着火了！盟主这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你才不聪明，不许这样说盟主。来，这灼痛，果然，成为黑气之主的我，会因触碰它而灼伤。 凌霄师兄当年亲手给我的。